真的吗？要是溅出来一滴水，咱们挂地点。来了，花了我整整。这玩意要是真的好用，我就接受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。看看，还真的做起来了。加水、咖啡、搅拌。我操，居然一滴水都没溅！我叫了全村人给你点赞，看你怎么跑。你看谁敢点赞？真的吗？据说它是世界上最硬的食物，这种鱼硬到用刀都切不断，网上甚至有人把它磨成了菜刀，一下劈开了西瓜。来了，花了我整整，我就不信了，一条鱼还能有多硬？吹牛吧你！它要真这么硬，在座的都是我爸爸。好，说话说话，先拿个核桃，真真真。这不很简单吗？核桃太小不受力，再换个苹果试试。赶紧接受惩罚吧！你这都太简单了，砸什么必须让粉丝来确定。行，还想看我砸什么？你们选。男生去屈臣氏还不知道买什么，给你们整理了一个男士秋冬必买清单，赶紧艾特你家里那位照着买。第一款，欧莱雅男士水能保湿礼盒，秋冬干燥起皮的，洗脸、补水、锁水一套搞定，便宜好用，氨基酸成分洗面奶，贴近皮肤 pH 值非常温和，洗完不紧绷，平衡水油很不错，还添加了高纯度玻尿酸，能够补水和保湿，爽肤水质地很轻薄，含有双重玻尿酸，高能补水，还有维生素 B5， 可以改善粗糙的皮肤，保湿乳质地也很轻薄，用起来很清爽，一点都不黏腻，用了一整天，锁水保湿效果还是杠杠的。买这两款礼盒款。还能耗到玲珑徽章和鼠标垫周边，入手不亏。电话激烈风雨之顺贝本限量黄礼盒，五层刀片的旋转刀头，可以无死角贴合皮肤，剃得干净不伤肤，便宜又耐用，地桌磁力秒吸附，加上经典贝本迷彩花纹设计，还送了个盒子，可以便捷出行，拿来收藏或女生当做礼物送男朋友都很不错。男生们下次去屈臣氏就冲着这些买，省时省力。鉴定网络撒掉小技巧。一般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上牙咬了。其实大可不必，只需要将胶带折一个90度的角，轻轻的按压，然后翻转过来，使出3天没吃饭的力气，一拉胶带就断开了。我去，这一看就是假的！折一个90度的角，轻轻按压，再拉一下，真的管用。悄悄往桌子上撒几颗盐，你就能轻松立起鸡蛋了。这要是真的，我就接受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。用鸡蛋没加盐，两头都立不起来，加点盐试试。居然真的立起来了，这是什么原理？我叫了全村人给你点赞，看你怎么跑。你看谁敢点赞？真的吗？这里有3条杠，翻过去，淹死和风，然后带可丝线，整整齐齐。这就是强迫症的快乐。要是撕不整齐，咱们挂地点。来了，就一个本事，居然敢卖！还要是真有撕破脸的效果，我就接受评论区点赞最高的惩罚。3根线，折一下，强迫症就不要往下看了。我操，居然这么整齐！这玩意是真的解药，整整齐齐。我叫了全村人给你点赞，看你怎么跑。你看谁敢点赞？太帅了吧！据说把一小片棉花放进鸡棒里，只要轻轻一压，就能瞬间把棉花给点燃。真的有这么炫的效果吗？等等，简直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啊！花了我整整。只能截到图，我跪着喊爸爸。我要是也能做成功，这个点赞的粉丝每人寄一个到家，还要加一台他们喜欢的手机。行，反正也不会成功，先使出绿豆大小的棉花放进去，拧紧塞子，准备。哎，先说好啊，必须得一次成功，我才会兑现承诺，还得是点了小星星的才行。别想反悔，快开始，来吧，三。别会激风吧！你要是不兑现承诺，大伙就发狗头轰炸你！你看谁敢发狗头？为什么自己做的小吃肉就是没有火锅店的实惠？先别纠结用面粉还是淀粉，原材料这步你就选错了。炸酥肉首选要用5花肉，剔除肥多瘦少的部分，剩下的5花3层，肥瘦相间刚刚好，再裹上四川本地的红薯淀粉，外酥里嫩，肥而不腻，跟我在四川火锅店里吃到的一模一样。像我这种瘦长的可做不出这个味道。刚刚说的做法是李相国的正经5花小吃肉，配料比较简单，没有其他肉混合充数，而且五花肉含量不低于46%，通通都是长条圆切，一大条的五花肉，少有的良心实在。你在外面吃到不地道的小吃肉，几乎都是便宜的，拿来就用的瘦肉。李相国用的五花肉，还得需要大量人工挑拣，真材实料，味道才正宗。3种地道风味，椒麻味麻香过瘾，茴香味芳香开胃，孜然味咸香鲜美。不用解冻，可以直接下油锅，图省事的吃货，丢进空气炸锅也可以。你确定不试一下吗？这是真的吗？这要不是虚假宣传，我名字倒过来写。来了，花了我整整一共24种颜色，准备一瓶水扔进去，拼命捧它。真不长手，普通蜡笔，防长手蜡笔，这是魔法吧？画到纸上没毛病，看一下防酸怎么样？真帅不帅？我干净
什么名字来着？这是真的吗？不用土就能做出茅草，要不我们也来试试？快乐，花了我整整。他要是真能长出草来，长多少我吃多少。开口对着一下，加水浸泡，把水倒掉，放到阴凉处。去，还真长出来了，好吃吗？你说你要吃啥来着？吃别的行不行啊？你们今天吃啥了？手打蛋器至少得背几十分钟，手累效果还不好。想入手电动打蛋器，不同价位该怎么选？我买来了市面上月销几千的激光打蛋器，看看区别到底在哪里。把三个蛋牌分别测试，打出中性发泡的效果，标准就是直立小尖尖，看谁打得快，而且更蓬松细腻。一号选手功率比较小，打出中性发泡用了三分多钟，而且稍微有点发热了。二号稍贵一点，当时功率有150瓦，只用了一分多钟就打出来了，蛋白霜会比一号的更细腻。三号功率最大，有500瓦的进口直流电机，但也最贵，中性发泡只用了50多秒，虽然功率大。但因为用的是直流电机，噪音竟然是生活里面最安静的。机身生活很慢，夜不烫手。一般这种电机使用寿命会更长。跟一号、二号传统双打桨不同的是，三号这款博士打蛋器打桨设计上有更多的弯折，还添加了灵感空气球。小钢珠转动时带入了更多空气，弯折打桨和空气球也增加了蛋白液和空气的接触面积。配合是大功率高转速电机，打发效率更高，更快打出理想效果。打出了蛋白霜，内部气泡均匀细密，可以快速打出满意的尖角。而且博士有多档调节的设定，还多了一个脉冲键，开机就能去到最高档中枢。因为设计上焊接的工艺，缝隙死角更少，所以清洗起来很难有残留。综合测评下来，太便宜的就不建议用了，价位中等的适合初级爱好者，但对于想追求更好烘焙效果的人，或者新手不想初次就放生，还是建议多花一点入手博士这种更专业的电动打蛋器。5、6、7，七秒又卖出了一条啊！这小黑裤真能弹到飞机吗？不行，能不能后空翻我不敢说，可这面料的弹力有点被惊艳到。原来穿的裤子是这样的，穿上小黑裤，这修身形腿长的效果你敢信？这牌子很早就听过了，专注做男裤33年，裤子累计销量超过1亿条，每7秒卖出一条的男裤专家九牧王，刚在今年6月还携手前杰尼亚设计师登上了百年巴黎时装周，上演手脚裤秀。据说他的版型是结合累计1200万人体数据做出来的，弹力是普通裤子的4倍，一拉秒回弹，没有正式西裤那种紧绷又卡弹的感觉，高弹舒适，不紧绷不变形，意大利时尚百搭，修身又舒适，无论坐蹲都轻松自如，即使使劲照它亮一下就能恢复平整状态，连熨烫打理的功夫都省了，上班出差休闲一条搞定，简直是懒人福音啊！毕竟九牧王专注做男裤30多年了，才能有这么一丝不苟的做工，这价格我只能说他值。哇，真的有超声波哎！为什么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向我实名安利松下这款超声波冲压器？我买了，用了一周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么小的机身居然装下了和他们家爆款小白塔同样的真超声波技术，你看这冲出来的气泡，就是因为这个，他家获得了上天改善牙龈健康的权威认证。这已经不再是一款只能清洁牙齿垃圾的普通冲压器了，它是一款护龈神器。如果你刷牙时经常牙龈出血，我强烈推荐你试一下它。看这喷头，里面居然有个水晶泡，放放八倍才能看到里面真正的奥义。每次吸入空气和水一起喷出来，都能产生一次超声爆破。会比这种只会单纯喷水的，你知道哪个才是真超声波了吧？只要30秒就能把牙缝里的成年老垢冲个彻底。我戴牙套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它，它有4个档位，我身边的宝妈都在给他们的小孩用的是轻动档，而我现在一直在爽的是强力档，快充1小时能用30天，收纳起来还不到一瓶化妆水的大小。我习惯每天随身携带，随时吃完就能清洁，它不但能整个水箱拆下来，就连水箱底盖都能渐渐拆分，完全杜绝了发霉变馊的可能。这个小细节不是百年老品牌是做不出来的，这样的爆款口腔 SPA 神器你确定有这一个吗？